带出来的代表张天麟。对，我们 B 组挑战时间剩下60秒，那获胜可以得到电视，是哦，也是50寸4K 一键显示器。是，对，我加油一点，加油，可以，好，我们跟律师也请他加油，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六十秒也要，其实60秒反而 B 组，对啊，我觉得60秒反而更紧张，对，是吗？准备好了，老师，请出题。歇后语“肉包子打狗”是什么意思？有去无回。正确。台剧《我的秘密花园》片头曲是由哪一个团体演唱的 ？Energy。正确。台湾救生员要有教育部哪一个署核发的证照呢？体育署。正确。SUP 是哪一种水上运动的简称？立桨。正确。立桨冲浪。无风三尺浪的三尺浪是指哪一种海浪？长浪。正确。哪一种水上运动在2020年列入奥运正式比赛？冲浪。正确。7人制的橄榄球，每队会有几位替补队员？3位。正确。知名浮潜圣地龙洞在哪一个县市？新北市的贡寮。正确。现代冲浪起源于哪一座群岛呢？夏威夷。正确。哪一种矿石又被俗称为机关石？雄黄。正确。GNI 是台湾哪一个机场的英文代码？桃园。下一题。传说精卫填海的精卫是谁的女儿？不知道。下一题。美国哪一个城市是国际公认的汽车城？下一题。下一题。海边常见的消波块最早是哪一国人发明的？美国。下一题。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哪位古人说的？李白。下一题。中国官方最早发行的纸钞叫做什么呢？时间到，怎么会从后面什么东西？好难哦，不是影片哦。好，哎，那有一些题目没有答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GNI 呢是台湾哪个机场的代码？就是绿岛。哦，是绿岛哎，我们都是坐船去啊。因为想说这个好陌生哦。没事哦，你台湾如果要飞绿岛，只能从台东，只能从台东出发，对。德安航空营运的 GNI 绿岛机场，精卫填海呢？精卫就是炎帝的女儿，那炎帝也就是神农氏，神农氏的女儿，她是一只神鸟啦，然后她就是她女儿化作一只神鸟，然后老师每天衔一些石头啊跟小草，要去把东海填起来，这样子，对，就她的精神呐、啊，精卫填海的精神。哪一个城市是国际公认的汽车城？就是底特律。你会发现球队底特律活塞队，所以他们这种做汽车零件就是很厉害嘛。是他们蓝领啊。对。海边常见的消波块呢，其实是法国发明的。真的不是太台中人吧？台中人。台中人发明的消波块是另一种消波块，就是说要把你带去做成消波块。对。但是我们在二战的时候，北非战线嘛，那个法国的军队，他们就是用这种防护块去阻挡德国的坦克前进。然后后来那种防护块就变成是消波块。它可以挡坦克。对，它其实本来是。是要挡德国的坦克，啊，就你战后那一些石块是没有用，对，啊，就不知道拿去哪里清嘛，啊，就干脆把它拿去海边，哦，可以防那个涨潮，嗯，对。那我们这边还是要很遗憾的宣布 B 组挑战失败，啊，不知道感谢关主成功的帮我们守下来，哎，我们关主放下心中大石啊，对啊，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还有观众朋友您的收看，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